为了相亲，我豁出去了。对对对，豁出去了，豁出去了。那个现场观众有谁有个围巾什么的？能给我留点脸吗？太可爱了，来点接地气儿。要点接地气的，来接地气的。两个姑娘走的是那个米兰时装周的那种感觉，现在呢我感觉回到这个农村田园里的风格了，这像我下地干活时候的感觉了。这对，这是小姨子，接地气儿有点啊。这是小姨子啊，小两口完了领着小姨子皮包米吗？那我不多余了吗？你俩掰挺好，我干啥呀？来一下，同样走一圈，你咋走到小姨子那堆儿去了？谁到了？怎么跟姐抢？你还嫩点儿。就说小伙，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走比跟他俩走接地气儿吧？我感觉确实接地气儿，这个。谢谢了，你们俩快下去吧，要不然我们这小鲜肉走的这个路线太可怕了。我跟你说，小伙，刚才你穿着这军大衣，刚才跟 Twins 一起走的这段。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定疯狂的喜欢，风格不一样，真是劳动人民才是最美的人呐，太有道理了。十号周哥，那个小伙，你说你不喜欢小小一人型的，喜欢外表女人然后内心小小的，你是不是问我来的呀？你说的不是我吗？是不是？我真挺欣赏你的，真挺喜欢你的，喜欢你的性格，不过你长得吧。哦，长得咋的呀？长得咋的了？错。我那个，我看你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哈，哎呦我一瞅，这姑娘长得倍儿往坏的呢，倍儿往坏的呢。然后你听我说完啊，然后呢，我接触看你几期之后呢，哎呦，就你这性格吧，就是我就最喜欢的那个性格。啥性格？嘻嘻咔嚓，带点。歪歪心眼的，能帮我出谋划策。不是，这不对，燕姐，这不是埋汰人吗？啥玩意儿就那个歪歪溜溜心眼的，完说人长得本儿都玩像，我哪儿本儿都玩像的了？你要能找着这本儿都玩像的媳妇，你烧高香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照着标准找吧你。你说你都说你媳妇劈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那个媳妇能接受你的媳妇的背叛，但不能接受你兄弟的背叛。那你说你万一你这兄弟嘎跟你媳妇整一起去了，那叫兄弟媳妇，你就当兄弟媳妇。你看，你不就喜欢他能出谋划策吗？你看他给你策划咋样？行，你埋汰我长这本儿都瓦像，我长得你说这么高大上的。就是跟印子跟我女神比就差点呗，不至于这么埋汰人家。没有，我们周哥挺好的，我今天在打针，然后周哥在那边为我吃饭呢，就是你没看到我们周哥可好了。真的好友有啥用啊？灭了行，你说人长本儿都瓦像，哪有那么夸人的。你看人家多好，还帮我帮咱俩牵线搭媒呢。还谁吧，那你不是说不喜欢小鸟依人型的吗？我就是那种的，我还被你说成脑残了呢，我不该。哎，你试试，你试试看刘云子是哪种类型的。比如怎么的？吃饭去啊？别，就今晚吃饭，吃饭去，吃什么？走啊，云子，今晚吃点啥去？我爸，我今天不想吃辣的，我最近脸上冒痘了。那咱俩去吃点清淡的行吗？行啊，走呗。我突然又不想去了，那你给我做点，在家咱自己做点菜呗。啊，
你自己家吃吧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忙去了啊。就这样还想找媳妇呢？你说周哥这样的你也不喜欢，我这样的你也不喜欢，你喜欢啥样的呀？我喜欢直直接接、坦坦白白。我挺坦白的呀，我就想吃你做的饭。哎，你看还眨眼睛。那你直接就说你想做我吃的饭，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。那你不是说要走吗？你又吃素的，要咱俩出去吃。我说行了，你又说在家吃，你到底想咋的呀？你就是说我脑残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就喜欢周哥这样的是吧？我念你等会儿。你喜欢那个就是内心还是有点小小子的那种感觉的啊？我知道你是喜欢那哪种类型的了。石榴姐，我从来都不问老公啊，今天吃什么呀？啊，都是基本上都是我说出来一大堆，这些你可以选一样。哎，试试。媳妇儿，今晚吃点啥呀？你看称呼马上就变了，刚才喊的刘印子，现在喊媳妇儿，是不是？刚才喊的是印子，啊，没有刘啊，那都不一样吗？这给你美的，他是实在不敢喊你石榴。那个吃火锅也行，吃炒菜也行，你想吃啥呀？走吧，我也是吃啥都行，有酒就行。哎妈，到时候还有事，明天早上还早起呢，早起出摊呢，还喝酒。那不行，来劲儿了，不一不喝浑身难受。那不行，今天晚上我说不能喝就不能喝，你要敢喝一个试试，门都不让你进。不一不喝浑身难受。你今天晚上要是非得喝酒，我就让你多个兄弟媳妇儿。这性格你喜欢呢？不脑残，这个真不脑残。这也太霸气了，这也受不了。你这也太极端了，你能不能匀匀均匀呢？我这也算好说好商量，也没跟你急眼，也没那啥。明天早上早起出摊，4点就起来。你今天晚上喝迷糊了。你这闹玩快眼珠子，你要跪洗板啥都行啊，你要洗衣服也行啊，你直接你红杏出墙，你谁能受了你的？那你说他听你的，完你也不喜欢，完你还不听他的，那好难呐。一点都不难。所以叫男人吗？咱别纠结这事儿行吗？我错了，我今晚不吃了，不喝了。啊，慢慢了解，看看男孩到底是喜欢哪种类型。